住，要把这一句句子给牢牢的记住哦。什么游戏这么好玩？操场上的孩子们急着抢答，因为人人都会说。说好话如口吐莲花，好，另外一句呢？说坏话如口吐毒蛇。是好话有心要付出。慈济志工在东染学校发放助学金，也推行近思语。他们不只是会说会唱，更知道要如何力行。我在能乐于帮助人。可以帮助很多的人，在学校里边见到垃圾桶满了就要扔掉，然后还有同学需要帮助就帮助。参加红豆杉助学计划的陈雪琪在班上推动竹筒岁月，这次就捐出了三支。问竹筒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说竹筒是一个可能是用竹子做成的东西，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孔可以投硬币和纸币，投入里面的钱呢可以捐款给那些贫穷的人们。就连奶奶也开始例行舒适救地球。怎么吃饭？简单不错，一个月瘦六斤。一个月已经瘦了360斤。校园中善的效应正在扩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孙小梅、顾浩江苏报道。